7月22日，温碧霞在微博分享近照，照片中温碧霞穿各款花裙出游，完全看不出已经52岁了。去年7月，温碧霞爆出与老公分居婚姻触礁的新闻，当二人之后和好如初，携手渡过难关，至今已过一年。温碧霞与老公杨子及亲友出游，其乐融融。温碧霞曾凭借电视剧《火玫瑰》大红，之后又因主演《封神榜》而获封最美打击。2000年10月1日嫁给香港富商何祖光，婚后淡出娱乐圈，两人相爱多年，一直膝下无子。2010年温碧霞在内地收养了一名孤儿，起名何国伦。谈到终生不育的原因，温碧霞坦言，我很爱漂亮，不想生完小孩后身材走样，所以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不生小孩。尽管已经年过半百，但她美貌每回总是惊艳不少人。而她先前和老公何祖光传出分居婚变，外界担心两人会分手，但温碧霞最后挺过婚变风波，近来更和老公与儿子到处游山玩水散心。